确定，一起来欢迎挑战者出场。Yeah. 我会想你。是谁呀？当你的脸上写着无可奈何的表情，这位实力坚强的天王杀手究竟会是谁嘞？他竟然唱得比是谁呀？上写着无可奈何的表情，你是否感觉到我无能为力的伤心？当泪水再也无法改变你的决定，一万个分手的理由我只能放弃，但爱就这样浓烈地决裂的剧，只能看你在人海中慢慢地流去，任寂寞莫名占据这颗思念的心，让你夜里不尽的缠绵随风远去。过来讲一下，说今天会过来讲一声嘛，大家会不会搞得我们兄弟戏强这个感觉怪怪的？不，可是说实在，我今天会来是因为我觉得那天我真的看到宪哥在金曲奖上面的表现，真的吗？我真的觉得大家都忘记，其实有很多主持人是很会唱歌的，真的吗？对，现在绕了一圈，突然间又讲到你身上。